什么是输，什么是赢，袂吃不拼一定输定。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草头啊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也不知输赢。金色的爱情也会多人听，也免悲伤，也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什么是输，什么是赢，要吃不拼一定输定。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草头啊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也不知输赢。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行，也免悲伤，也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也不知输赢。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行，也免悲伤，也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，阿咱这网友观众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一个加咱这个阿宏无所不谈啊，第二单元哈。来，咱现场电话台吧，02-29-77-138，现场电话台吧，02-29-77-138。那么，咱这个节目是伫个关心国家社会吼、教育，那么也是讲个人吼、有一挂不公不义，那么你听好，利用咱这个节目现场台北电话02-29-77-138，那么做你个利用过来来发声了吼。来看这个社会新闻吼，大批的这个颔棍啊哭，那是太家庆家切切都醉了哦。这是中国时报婚姻报道，婚姻查获到大型的这个多高场惨绝交还，同胞义工情绪激动，但是相较于
同胞人士的这个愤怒以及到不忍，嫌犯吴凡人的这个算讲厝边头尾啦，却真冷漠啦。村民几乎拢唔知影讲吴嫌伫个抬轿足久啊，却无人阿来举报。反倒仲支持我替村民解决流浪狗的这个家人的这个代志，那么破坏农作物的这个问题啦，你甲看，是毋是安尼？有诶，靠无讲啊，这个流浪狗赶赶紧紧吼，互人家靠去杀也好啦，也是甲。甲烧也好啦，对不对？因为流浪狗是真讨厌啦，饲狗的人有咧饲欢喜啊。啊，那饲那无爱饲，就赶紧吼掠去等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因为咱介侪年前通过袂使食狗肉，袂使杀，有这个条例咧，所以即马杀狗。有罪啦！啊，那无人大陆，你甲看，这台狗伊也无罪啊，食狗肉伊嘛无罪哩，啊，就甲咱台湾。那么你立法通过袂使台狗，那是安尼，你这立法，你这主公啊，你敢若立一个法？对不对？啊，就好只下骹手的安尼母狗要害去，也到今日流浪狗是一大堆，啊，无在人人好处理，啊，这要怪啥人？这要怪啥人？到底是要怪当时啊？吼、哦，也行过头的啦，讲狗啊真可怜啦，袂使杀啦，啊？因为你若杀，当然有诶一寡饲狗啊，都互人溜溜去杀啊。当初是安尼生，那么这饲狗诶这动物，毋则讲啊爱保护，保护因家己诶狗啦。那么流浪狗，我都得讲啊，啊遮尔啊侪，啊遮保护动物诶人，毋赶紧掠掠去，掠掠去保护毋得着，是毋是？啊！放火点个街头在咬人，而且的时阵啊，伫传染，是毋是？啊！再叫政府这个有关啊，这动物的时阵啊，伫处理的这个单位，啊，拄啊好啊，那安尼掠掠去杀，哦，伊这。政府单位在处理这些狗也欢喜啊！哇，我减一天出去，我都减掠几来只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有人欢喜，就有人啼哭了，是不是安尼？是安那无人去报，啊，就知影伊咧杀啊，煞毋知。啊！但是就是有诶，一挂狗啊，你著放咧偌偌锁，咧咬人啊！啊，流浪狗你甲看，过来闻，过去闻，啊！你即卖若粪扫吼，粪扫伊若是讲无随随落落迄个粪扫车诶吼，凡说小我藏一个，然后狗啊伊就来咬去啊呢！啊，咬去诶时阵，甲恁狗甲规路啦，啊，规路啦，你著爱搁去整理啦，那你甲想，啊，像即种诶，想要去负责？什么去负责？啊！啊！有关单位咧处理人，我都人数无够啊！即卖流浪狗，你甲看，敢若迄天的时阵呢，这个什么啊，嘛是分离的款啊，对不对？啊！结果的时阵呢，啊，狗啊，甲迄个囡仔咬到天百外尖，对不对？引起社会，而且关切。啊，本来的时阵，这流浪狗本来就是遐尼啊多，啊，你要怎处理？
你一个单位要怎处理？啊，佫毋是安尼，安尼安尼。有诶，饲狗饲到伊人仙啊，全掠狗去放啊，全献杀狗啊，全献杀。啊，凊彩乌白蛋。哦，啊，掠较远诶，比如讲啊，你都伫森林，啊，掠去诶时阵啊，啊，这个台南，对不对？啊，掠去放一个啊，拢利用暗时啊。狗仔甲放落来，无人知影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像即种要安怎？啊，若安尼是，你掠狗仔偷偷仔去放，这有罪哦。那安尼这嘛是爱掠呢？对毋对？你要饲就饲，毋饲你就使乌白蛋，啊？这丢弃罪呢，是不是安尼？你做个引起社会的这个脏乱呐，吼，啊一挂人啊，什么提批啦，甚至的迄落啊，真正。那么其实，顶就是讲有足侪人诶，毋是干那姓氏诶啦。那么同保人士在多高场进行这个焚香烧金纸，啊来告慰这个亡灵。那么啊，搁气氛啊，伫压金纸，以及着高赛，情绪慷慨激昂。哦，上高以这个祭告，啊，甲这个诅咒，杀到人的这个激烈场面啊。那么另外一方面，哦，一定的这个因村的这个人围观，防治人员，那么警方在处理，到高的这个现场啊，啊，搁啊，在。议论纷纷，问讲狗啊好唔好？有好食无啦？废话，狗肉当狗肉店都嘛好食。啊，你还佫会使问，啊无你认为讲狗肉好食啊，歹食啦？对唔对？都除非你无食过狗肉。那么一位阿公啊，点头讲，嗯，哎。参酸啊，都好食啦！参酸啊，都好食啦，对不对？迄都有人食过啊。因为较早政府啊无禁抬狗的时阵，那么会使讲食狗也是公然的呐。那么阿洪较早做兵，伫个兵营边，哎，狗也是规大堆啦。啊，还佫真俗呢。迄阵啊，一碗狗肉才5元，一碗狗肉5元。那么村民在讲，这间多狗场已经太足济啊啦！伊这是狗肉大半箱呢，啊！那么以前嘛被掠过啦，啊，大家拢以为讲啊，这个五个台是流浪狗啊。那么流浪狗定来攻击囡仔，是不是呢？病的孙阿娘。啊，火算农作物啦，吼、哦，嘛算讲是替大家来除害嘛，所以就无去甲过问嘛。但是办案人员提出大批的这个狗壳啊，吼、哦，狗链啊，狗壳啊，吼、哦，那么代表讲有真侪狗是有人饲的啦，嗯，啊，拜托的，啊，有人饲的，有人饲的，你那放喺偌偌少，是不是安尼？啊、你有人饲诶，你有狗圈啊，狗圈啊，你爱白条诶啊。哦，啊，你若要遛狗，你爱迄款啊。啊，若无迄落，你遛了后，是毋是狗嘛是同款，会带你转去啊？啊，是那放诶，落来落老师。
所以咱来检讨伊个即个因由啦，要是阿方认为啦，是毋是安尼？当然，伊有苦啊，是人饲个无毋对啊。但是人饲个是呾放个啰啰嗦嘛，你无爱追究，追究伊个饲狗个主人。啊，你那狗放个啰啰嗦，啊，你损害人农作物，甚至你讲教，是毋是有罪？对毋对？你卖源头爱甲锁起来，毋得丢。伊源头若锁起来，伊就无狗啊嘛，佮无流浪狗，伊是要安怎去抬啦？对不对啦？啊，你若当然无流浪狗，你佮流去抬，就是表示你有意个啊。安怎有意？啊，人都人现伫遐，你要讲流去抬，对不对啦？迄大家你甲看，迄狗啊，安尼抱安尼，懒甲对不对？爱甲要死啊！伊哪有讲爱不释手的？啊，哪有放迄狗啊咧啰啰嗦？甚至有诶饲狗安尼啊，狗去互判刑安尼啊，对不对？啊，结果又算安尼啊，有诶甚至开钱呢。啊，开钱诶，打广告纸啦，甚至又算啊，媒体又算啊，拜托。看有这只狗无？先生临时赶紧的，然后看到这只狗，赶紧甲通报一下。甚至的时阵，安尼啊，那甲通报，那找到要奖，要奖金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是那个放的迄狗啊，啰啰嗦，啊，佫无咧讲安怎，互人溜去咧抬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你狗啊，流浪狗，你爱处理啦。你即个单位爱狗的人，即你爱处理啦。看你要安怎处理，赶紧处理。无狗人，人就无法当去掠来杀啊！安尼唔得着。所以人认为讲，这野狗就根本就生长嘛，对唔对？所以人认为讲，这掠去杀好啊，这流浪狗啊，无踮咧厝边，踮咧迄款的房里，囡仔若叫教要安怎？是毋是安尼？当然，人都拍扑啊，是不是啊？我今仔日做你溜去抬啊，对不对？那么村的人嘛，知影讲一切姓王的嘛，互人掠过嘛。当然，掠过了后，就是头一个就是罚金嘛，是不是？啊，过来今嘛呐，掠着。有可能会判刑啊！啊，这判刑嘛，唔是讲介重啊，吼，唔是讲介重，啥唔是介重？这是流浪狗啦。哦，你若有人讲啊，这是我的狗啊，你若掠去杀，吼，啊，就甲割落去，这就是杀一只，人甲割就一个罪呢。哦，安尼就重啊。那么谴责太不应该了，阿弥陀佛。哦，讲不停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这么啊灵足哦，是不是？那么一位阿嬷讲，伊这姓吴的吼，拢伫咧早起时啊，或者是暗时啊八点的时阵，啊来抬狗。那么先用个滚水将着狗啊烫好死了后，啊才甲放血。那么像这种，我是感觉真奇怪的。安怎？你用烧水落去烫狗仔的肝肝叫呢？哦，这就是我真怀疑啊！伊安尼咧处理是会当讲颠倒病啊，本末倒置，是不是安尼？迄烫着，狗仔烫着烧水的时阵，就绝对烫着疼着，该叫啊哩！啊，安尼伊我都啷去杀？嘿，我是感觉这我都有疑问啊啦，对不对？厝边咧讲的这我都有疑问啊。什么烫好死了，再个放血，啊那么这再个去掉迄门？啊，手法真残忍。那么，义工就顺刷，就骂，
那么警方根本就是知知情不报嘛，迄毋是警方知情不报，知情不出题啊？什么不报？伊只警察本来看到人抬轿都爱出题啊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那这个记者呐写，人也无讲安尼，记者写安尼，我看这个记者样啊是，啊，无专业啦，毋是专业啦。因为你警察咧看到人抬轿，迄都爱出题啊，都爱记录啊，什么咧都什么咧无报。啊，那无伊就是，算讲的算安尼啊，失职啊，怠惰啊。那么，市市的这个动保人士。在质疑啦，为什么全庄的人拢知影这个五个已经抬足侪狗，抬足侪年啊，狗已经抬足侪年啊。那么，干那管区警察唔知影？那么，后尾警分局回应啦，95年、97年之间，曾经配合防治所的这个查缉。以为我以金盆洗手啊啦，想袂到又搁重操旧业啦。啊，那这种的我嘛感觉真怀疑的。规庄的大家知影，伊搁咧抬轿，啊，这警分局的派出所拢唔知。含啦，对唔对？啊，那伊那谋杀遐济人，啊，伊嘛是讲唔知，无对唔对啦？这就是安那，即马政府吼都真有遮个人，啊，那讲都讲啊，我都卖插啊，啊，搁大家搁熟悉，是唔是？啊，就目睭放开开，当作唔知啦。当作唔知啦，唔是唔知啦，因为安讲，因为风声遐尼啊久啊，啊难道这警察，安尼是要安怎掠凶犯啦？是哪要安怎掠贼仔啦？我想袂晓啊，对唔对？所以我感觉真怀疑嘛。那么躲过一劫的这个两只，的这个狗啊，都要抬啊啦，啊未抬，被带回啊来安置。那么这两只狗拢是带有这个算讲狗口啊啦，研判是家犬。那么防治人员将扫描的这个精片，找出饲主。那么，如果狗啊有主人，我显然便罪加一等。除了动保法，嘛涉及到刑法，窃盗的这个罪嫌。啊，你该想，啊，所以我感觉讲有一挂代志，你该看。真奇怪，对不对？啊，是安怎奈安尼？就是社会混乱啊！该报伊唔报啦，唔该报伊去哭哭报啦。你甲看，过来就是讲无本的这个暴利的老头，吼、哦，该知影混进羊肉炉啦，所以狗肉，啊，那么鸡羊肉，
人俗语讲挂羊头卖狗肉，就是安尼生啊。好来，那么这稍等下再过来报道，来听两首歌，稍等下再过回来。来，我为你唱一首歌。
甲心上，想起着彼当时，谁人情里甜，痴上约束在云，快乐伴相思。现在你放阮的伤心，黄昏的淡水河，有看过去，有一对好情侣坐在河畔，不怎样心内的无情加无义，为啥叫着你到底去佗位？啊，真无语，变心做离去。
乡真稀离，孤单一个过日子，沿海边轻轻来，摇着伊名，阮的心肝已经飞去，不知何时才会搁再相见。在何时才会搁再离开？阵着笑容来甲伊笑啥？啊，心爱的人，目眶渐渐啊。后来，咱继续搁倒来现场吼。那么，咱即马所进行个节目是阿宏无所不谈。咱这节目是每天即、这个每礼拜拜三、拜五，那么一波是两点开始，加四点吼。那么，咱即马是第二单元。那么，咱拄则讲即个抬轿啦。哦，那么抬轿有这个无本的这个薄利，老头拢知啊。哦，伊这个轿吧，有伫个羊肉炉的内底啦。啊，是安怎？大家邻居知讲啊，这个羊肉炉这个头家内面有掺轿肉呢？啊，大家嘛是过来吃。为何呢？要以阿宏的这个看法、甲想法，啊，甲我的这个感想，羊肉即马一斤羊啊，两百，差不多230块、240块，吼、哦，一斤羊肉，也羊肉甲狗肉比起来，当然羊肉。较清气啊，尤其是即卖这个狗肉来路不明啊，对唔对？唔多流浪野狗，皮肤病，甚至的孙阿娘，身体内面有病。哦，啊，即若食这个狗肉就无保险哦。食羊肉是较保险啦，吼、哦，食狗肉是较保险，较无保险。阿妈阁是安尼哦。那么狗肉比这个羊肉还更薄呢？那么俗语讲，狗肉负气无负刀，这句话。所以过去的人吃这个吃羊肉吼，较少。怎么讲？过去较无参照即阵啊，吼啊，人个时阵专门饲羊肉，吼啊，伫个台内咧吃，较少。哦，较早饲羊啊，嘛是有啦，但是迄阵啊要食羊肉，会使讲真奢侈啊，真奢侈。啊，所以迄阵啊较无风行。啊，较早迄阵啊狗肉，
啊，阁会当食，阁会当抬。迄个时阵当然食狗肉较侪，羊肉就较少。那么台湾人真是无所不食啦！哦，人类上介好的朋友，狗拢伫个食。啊，那么即讲安尼生是无唔对啦。啊，因为个孙啊，你甲看，啊人有诶外国嘛真侪人咧食狗肉呢，啊要安怎？啊要安怎？所以我甲你讲，当然是。家己好，而且亲人上介好啊！啊，那外人呢？你看，当然家己饲的狗，当然有熟悉，真好啊！呀，你甲看，狗爱孙那尼啊，别人都要吠啊，是不是啊？这是必然的啦，好，这是必然的。那么你讲人类上好海好的朋友，狗啊都拢食，啊大陆哩，因为大陆伊法律，狗啊会当杀会当食，啊迄嘛是伊嘛是知影真好的朋友啊，啊伊法令就是无安尼，啊无安尼原因呢，当然可能因大陆的人民人讲，啊十只八狗，大家嘛拢咧食狗。啊！你即马阁要求政府讲袂使抬高，我唔使啰嗦，对不对啦？哦，有可能安尼哦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是我讲笑啦，吼、哦。当然，各国也即个人，迄个，算讲风俗啦，啊，无同。所以，伊第一讲的人讲，真令人毛骨悚然呐。俗语讲：“香肉，而且狗吧，倒下来，对不对？”那么流浪狗是主要的来源啊，当然的啊。迄个也使讲，讲遮粗，大家歹伊嘛知影。所以伊个讲，阿位倒来，根据了解，挂羊头卖狗吧，这我拄啊讲啊，吼。这不是在讲假的啊！吼、哦，真侪羊肉路店，或者是讲山羊店，或者是讲有真侪，吼、哦，有袂少的在收这个狗肉。虽然讲伊无咧抬，但是伊都在收你，只要你肯抬，对嘛？我认为讲你这是真新鲜的，来，你摕来卖我，安怎讲？嗯。啊、我都专门在卖羊肉的哩，吼、哦，我专门在搞羊肉路的哩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你这么搞下来，我都落去处理啊，处理你的，我都啊，有诶，甚至我皮甲白白的哩，狗皮甲羊甲羊仔皮无共诶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的皮甲白白的，啊，都迄个赤肉，干那迄个肉啦，尔无人知影。啊！徐家讲啊，我这羊仔皮我先做给你处理啦，啊，无你大家你搁吼、哦、来个你咧处理蛮麻烦啦，啊，我归去啦，我踮喺我遐，我就给你处理掉去啊，对不对啦？哦，安尼较归去啊，安尼嘛较省工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我木棺材嘛是一斤算你偌济，对不对？迄工钱我嘛无给你退啊，对不对？一斤两包你也好，我也好，啊，其实的，啊，其实都吼。哦掺一寡狗肉落去，对不对？啊，当然啦，狗肉绝对较俗个，因为人偷抬要卖偌贵，是不是？那么一只王总讲差不多二十斤的狗啦，哦，可能只狗二十外斤啦，甲当作二十斤啦。那么偷抬来，是不是？啊，我来处理偌济，啊，一只狗啊都。两三百块了呢，是不是啊？啊，甚至三四百块了。啊，你家想，一只羊啊是那千外块嘞呢？啊，差偌济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我处理也无差。啊，羊啊我都在抬，啊狗啊嘛是同款的。啊，平平四脚，对不对？啊嘛平平的算了呢，吼。啊，一对耳啊，对不对？两粒目睭，啊嘛一个头壳哩，
对不对啦？啊，哪有差？无差，我咧台拢无差，拢同款。那么就是有人在收购这个狗肉，所以成为这个店内秘密的这个武器。爱抬高的人伊嘛唔惊，无得卖呢。当然有专人咧收，当然伊就免咧麻烦啦。我反正我都抬抬，我都抓来，都冲我死啊！啊狗哩啊！对不对？敢那都只咱第一讲的啊，门白白的啊，唔啊我教你啊。哦，啊你若嫌讲迄个脚底啊啥，甲羊仔底无共好啦，无你脚剁剁起来啊，是毋是安尼？哦，啊你着安尼，啊规只啊，啊甚至的时阵啊，啊连耳啊嘛甲刮刮掉啊，哦，是安尼都差不多啊，看起来无像狗啊哩，对不对啦？那么早期有真多做兵的大伯，对啊，像我啊，对不对啦？在军中，拢有看到这个老士官掠狗，啊来伫个台，吼，啊来加菜，阮是唔捌啊，阮是唔捌看到，哦，阮连个老士官是无啦，因为阮老有迄款，因为这个。算讲兵营的外口，哎，迄兵营讲兵营，迄根本都凊彩嘛，嘛会当出入啊。啊，你兵营的吼，都地位差啊，看下要礼拜无？啊，无人爱礼拜啊，对不对？兵营哪有啥物啊？啊，兵啊有人跳出来，有啊，电脑较侪，兵营跳出来外口足侪啦。啊！那外口的人要跳入去边啊，还是台湾少个少啦？是不是安尼？啊，入去拢武器啊，搁卫兵嘞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讲到老师讲安尼抬高，那么迄阵啊，我伫讲啊，迄阵狗也无，也无迄个限制啊，对唔？你嘛拢嘛会当抬。那么抬狗拢是以这个木钳啊，将狗来泡昏去，啊再来抬，啊再来解肌。啊，如今会使讲无个再这样废气啦，直接以滚烫，诶，这个滚水烫死这个狗啊了，再落刀。这在我来讲，这敢那无下情理啊！我搁较想嘛，无下情理。迄滚水烫了狗了，干干叫啊！你所以这我认为讲无情理吼。但是手法同款残忍呐，吼。那么庄凯这个流氓狗真多，成为足多想要做这种生意的人，会使讲足多啦。吼，掠狗、抬狗真风行呐。那么东部渔港追踪发现掠狗的人，伊每公斤40块，哎呦，哦，安尼每公斤40块嘛袂少安尼。那么掠来这个狗啊，佫袂好抬狗的这个人，哦，掠另外来掠啦，抬另外抬啦。那么刀夫则来佮将到伊的这个脚，则佮剁剁起来，啊，佫再伊每公斤160块袂好。卖狗肉哦，安尼哇，这嘛是安尼，真重利哦，哦。那么一只狗平均20至20斤啊，都我咧讲的吼，就会当有4000块的这个获利啊，吼、哦，会使讲真薄利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时间啊已经到。不如了，到这做暂时结束，期待下周的同这个时间、同这个网络继续收看。阿宏无所不谈，再见，拜拜。
什么是输，什么是赢，袂沾拼一定输定，什么是有